天走壁第三期交叉火力篇。一、巴士站围墙，先跳上绿车，保持方向键不要松开，对准围墙的右侧边缘，点击跳跃键，上去的瞬间对准下一个围墙，再次起跳，你就可以给跑刀仔一个惊喜了。二、拐角楼，我们只要依次对着绿车、围墙右半部分以及破窗最低点这三个位置三连跳，就可以快速来到二楼。三、 B 点断墙，跳上这个箱子，对准墙壁的缺口，跳过去的同时向右转动视角，就能以最快的速度打到包点的敌人，这样会比直接翻墙和绕路安全得多。四、 A 二楼，来到 A 楼下的断墙，跑上去后呢，在边缘起跳，上来后再次跳跃就能翻进二楼，打敌人一个背身。五、办公室二楼，我们使用刀或移速手枪助跑，然后跳上花坛，到边缘时再接滑铲跳，就可以快速飞上爬梯来到二楼。交叉火力身法怪，敌人都说我好坏。